中国人所谓的伤害人命的，你要赔命；挡人财路的，你要破财。一饮一啄，莫非前定？要晓得因果报应，一点都不假。我说我一生没有防御，我不防止这个，防止那个，防止，我没这个念头，心即清净。那是我扰乱清净，整个宇宙全是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。你把假的当真的，在这里面再造罪业，愚痴到基础。佛经上有一首偈：“将死身心奉尘刹，世尊名为宝方人。”照着佛的路去走，不但影响周边的人，附近的、认识的都感染到，这就对了。怎么样是修福？没有丝毫自私自利去修复，这里头有自己的利在里面，那就不是替佛菩萨工作。保守